现在呢是早上7:16，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既兴奋又期待。我们到银山，黑灯男神的 M1。这是开往一号航站的列车。看见了一辆非常可爱的爱系列，很爱我们。看到没有，行李，然后现在出发去找我们的酒店。入住要敲门。是叫做东门市场。我们到了广场市场。Nice to meet you. 안녕하세요真的哦，我吃进去了，好像塑胶糖，说不到话了。其实还蛮有点害怕，还是会动的哟。Oh no.它是住我的嘴巴。你有看到我一直咬吗？因为我怕我一口吞下去，它在我的肚子里面活蹦乱跳。对，等你了，味道还不错。大哥哎，我有点害怕了，我被拿小了嘛，全部都很活跃哎。然后我来点一下辣椒酱，它在动哦。觉得很新鲜，它是不会有感觉让你闻到太腥的味道，真的很好吃，很新鲜，很新鲜。然后绕圈绕还咬不断。Oh no！ 觉得挑战很成功。就是来到广场市场里面呢，就是必买的肉煎饼，然后一定要加洋葱让你吃，吃咯。它配洋葱一起吃呢，香味指数完来的，好吃。这一道可是有人能来这里吃过的哦，叫做麻药紫菜包饭。好吃，可是我感觉好像我去到了沙地一样。好吃，我们买了这一个，这一档呢有上节目的嘞，所以你想要试试看。其实还是有瑕，但是看不太明白嘛，对不对？谁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们，在下面。我们吃饱了，当然你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刚吃的，就是那个活生生的生鱼，然后还有。在韩国一定要吃，感觉就是想要挑战，看自己能不能够，有这个胆量去试吃多张。对，因为其实之前我还蛮怕去吃生的东西，对，我也是很怕。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吃生的东西哦，第一次，耶，掌声！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拜。